这次我给您准备了一幅画，然后想送给您。这个是之前2016年的时候送过您一幅类似的，然后这回我又重新做了一幅。那你上来吧，拿着我们的这幅画，好不好？行。那林子好像是个老乡，老乡啊，天津人啊。好，来，能介绍一下你的这幅作品吗？然后包括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？哎呦呵，这是您在影片当中的造型。这是拿什么做的？拿什么做？赶紧跟大哥介绍一下来。这个是拿图钉做的，然后2016年的时候，对，天津的。然后2016年的时候也做过一幅，然后送给您了。然后2017年的时候，您有一个环保展，然后还邀请我去现场当开幕式。对，就是一颗一颗摁的，这是13140克。哇！谢谢。看完了这个片子之后，有什么想对大哥说的？这个看得我太感动了，因为我喜欢大哥已经20多年了，然后就是从小看他电影长大的，然后就看到之前的那些个镜头，就感觉大哥太不容易了。我其实平时不是特别就是爱哭的一个人，但是这个电影我看的是真受不了。然后这个我做了6天，然后直到这个首映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做，然后每天都做到4点，因为再不做到那么晚就来不及了。谢谢，来，他知道大哥环保，特别用这个钉。哎呀，你看看。